求，还有我的真情和所有。就是那一次人海中邂逅，让我决心一生伴你走，给你我体贴，给你我温柔，还有我的真爱和自由。牵你的手，一牵头，每一风景我们去逛游，幸福感受，快乐依旧，恩恩爱爱到天长地久。又一次虚幻引擎，凡纳科机械人接兔旋转。那接腕对 Z 轴旋转，那么 Foundation 它过了原点，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接兔呢，它是对 Y 轴旋转，它的旋转点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它的 pivot 点就不能够使用虚幻引擎的设定，游戏的 pivot 点，那对于精密机械是不能接受的。所以我们用 C 加加写的程式来做这个 demo， 我们来虚幻引擎来看。我们写了一个 set actor location and rotation， 那用 u property。定了 direction， 旋转的方向，一就是正转，负一就是负逆转 ，join number 二就是接二旋转，那它的 pivot 点大概在这个位置，而不是在绝对坐标的原点上。那 pivot location 负十五零。56.5， 那怎么来的？我们看 CMS CAPP 的 CSV 档案 FN2 S150， 那虚幻引擎的坐标 S 是变负号，所以是负150，那虚幻引擎是 centimeter， 所以就是负15，Y0 Z56.5 Y0 56.5 就是 56.5 centimeter， 就是 565mm 2， 它是第二轴，所以接兔 FN2。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home 点的旋转的坐标，那么接兔是对 Y 轴旋转，所以 Y 轴现在停的位置是0，也就是我们 旋转的时候，一正方向是右手定则，那 Y 是向这个方向，有没有这个绿色的这边显示的一样，所以右手大拇指指向这边，四只手指头弯曲的地方就是它的旋转方向，所以它会向这边开始摆向这边，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方向是一。那后面两个 property， 一个是负极限 lower limit， 那一个正极限，负极限是负100，正极限是正100，正100什么？正100度，负100度。
那这个程式怎么写的 ？Location and rotation， 它就是每一度一帧往前面摆，从零开始一直加，加到正一百的时候呢，超过正一百了就是还是正一百，然后它就会放方向 ，direction 就变成负一，负一之后它就开始往回摆到负一百，然后就来回摆动，直到我们压停止。啊，这只是个 demo。那这个 demo 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摆动的旋转中心点是我们的 pivot 点，而不是目前您看到的绝对坐标的原点。那虚幻引擎的所有的 actor 大概它的 pivot 点都是绝对坐标原点。那虽然有很多教学节目教你去设定它 pivot 点，但那个设定我们通常是不能接受的，在精密机械上来讲的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它放大来 play， 先 play 再放大给大家看它整个作用。那 play 时请大家注意看它往这边开始摆动，之后到正100往回到负100往正倒，这种摆动方式。好 ，play， 有没有？它往这边摆，然后再回头。我们把它放大。好，那请注意看它的 pivot 点。它是非常准的，负十五零五十六点五。大家好，我是 DJ 何鹏，感谢大家关注原音坊。